佢睇落似一部普通嘅搅拌机，外表简约，踏实敦厚，但系其实佢速度超快，内里蕴含不平凡嘅高性能特质，包括拥有非一般超高速摩打，每分钟转速超过30,000转，配合埋日本进口嘅高碳钢刀片，能够细磨食物，做到无需曱甴，确保用尽食材一滴不漏，彻底打磨。首创自动变速程式，根据权威自然疗法专家研究所得的搅打方法，一剔过帮你做出真正有效的生肌蔬果汁，帮你实践生肌饮食要诀。机内备有6种针对不同需要的程式，一按即制，操作无需看管，悭时悭力。一部拥有这么多功能的机王，就是德国宝的机王之王自然养生机了。近年咧，个个都话要食得健康啊！德国宝作为厨房大佬啊，梗系一早洞悉先机，与时并进，搞搞健康新潮流啦！利用自然养生机呢部 Pro 机，搞出多款健康嘅新食料，所以话有咗佢，绝对系家有一铺，如有一宝啦！嗱，我谂大家都觉得好奇怪，点解我讲得咁巴闭呢？因为佢唔单止咧拥有一般搅拌机嘅功能，而且仲系周身都张张嚟嘅，集多功能于一身。嗱，最特别嘅咧，佢就可以打出一杯接近人体体温37度嘅生肌蔬果汁。其实咧，蔬果嘅皮、根、茎同埋核咧，先至最具营养价值嘅。不过咧，一般普通嘅搅拌机咧，要除去呢啲部分咧，先至可以打成汁嘅噃。但是德国宝这部多功能的超高速养生机最大的特点就是一按式自然养生蔬果键，里面预设搅打程式，以30秒高速打碎食物之后，自动转去低速打10秒，再转高速打60秒，最后再转回低速打10秒，这样就可以将蔬果的纤维打到最小，连蔬果的皮和核都完全搅成汁，唔使曱甴，轻易摄取令人体吸收有抗老防菌功效嘅植物生化素。其实只要每一日咧饮一杯德国宝自然养生机打嘅蔬果汁咧，已经可以达到养生、保健、防癌同埋纤体嘅作用噶啦。所以德国宝呢部高速搅拌机咧，绝对啱晒爱惜身体、爱惜家人嘅你啊！